工，给你这几个大的黑的。嗯，啥情况？我吃几个小的就行。啊。来尝尝这个，尝尝你的白板，这个不好吃。啊？好吃啊！妈、啊、真香！哎，我尝这个白，这黑的不带。我尝这黑的还行。大哥，那你试试。懵了吧？试试还行。这是什么人呀？吃着万利还看着果粒的。姐妹们，我喝了这个粉儿，真的爽滑，真的好喝。这个是神通品牌的河粉儿。哦。它这个里面哈、啊、是四个料包，一个肥面，一个叉子。很方便啊，开水冲泡开就可以吃。大家在泡的过程中尽量泡个20分钟，而且呢现在买12桶的还有活动，大家可以尝尝，非油炸也是非常健康的，喝起来这个粉就是爽滑劲道，比较有韧性的，好吃，去油弹水的，真不错。